查一下他是在台上。哦，哇，好漂亮的双眼皮呀、啊！天哪，混血了哎！这个呢，这个男生是那个二分之一强里面的一个班底，他叫吴子龙，然后他跟就是台湾女生结婚，然后生出一个双胞啊，不是双胞胎，是一个混血女娃儿。天哪，这是他们的蜜月蛋糕。对啊，哇塞，好双哦！很羡慕你的，比无双的双眼皮还大哎、欸。对啊，太可爱了。对啊，就威廉公主。那他们是有喜饼、法式甜点、下午茶跟蜜月礼盒都有。好吧，猜一下哈。啊，这是咖啡口味的。听说它冰起来会脆脆的，很好吃。人家的，哎，其实这个饼干，我们家小朋友可以吃呀、啊。对啊。我本来想说，咖啡的他们是咖啡蛋糕。哇、哦，好香哦！现在蜜月都拿一盘子，蜜月就大家都非常的用心。我记得我们的蜜月蛋糕，儿子跟女儿都是选那个，都同一家。我也是去拿牌子。没有儿子，我给大家看一下，有没有？你要切开。先看一下整个外观长怎样。它好像是外面都是那个核桃还是花生？香的咖啡味哦，它对啊，然后还有这个，然后它还有那个抹茶，嗯，他那时候让我们选咖啡，还没有选的咖啡，如何？它好深乳卷，重乳酪。很 sweet， 哦，很甜的咖啡蛋糕 ，so sweet。所以说，这份甜蜜的礼物啊。我这应该是棒蛋糕，是不是？不是，是。而且口味很多哎。对啊。咖啡棒蛋糕。嗯。就是咖啡棒蛋糕。嗯。我还有那个哦，对啊，之前没让我们选吗？但我觉得不错吃，我觉得太甜了。对，要配一杯咖啡。嗯，我觉得一定要。嗯。但我觉得，哦，它有那个金沙巧克力棒蛋糕，那一定更甜。就感觉好像也不错，还有重乳酪，还有生乳酪卷。它这些都是饼干类的，饼干做的非常的就是精致化。这可以当早餐吃啊？早餐配咖啡吗？咖啡配咖啡。哦，因为也是边边呐。嗯。边边比较甜一点啊。哦，太甜了，无法。冰的甜。啊？冰的甜，很甜。当然啊，因为你多了这个边啊。把它松好。它边边有很多这样的那种
但是啊，像那种蜜月蛋糕啊，你们其实可以看好说是哪一家的蜜月蛋糕，然后他们是可以要求试吃的，试吃还是需要付钱，差不多七折。差不多六七折左右，然后也是要自己付运费。但你妈妈就可以就是多吃吃饭，试吃就是坐月子的时候试吃嘛。那这家是台南，台中的。台中。嗯，我觉得还蛮多人，一些就是疾病啊、蜜月啊，都会选择。他们这种，因为他们都是那种小店，他走法式甜点的路线，就是他们都是那种自己精致一点，精致的小店，然后都是就是那种可能手工限量之类的东西这样子，所以他是，我觉得法式一定是比较甜腻一点。哦，对啊。五天真的要吃完。嗯，通常蛋糕这样子，没有那个防腐剂之类的，差来一点吧。就是如果，但我觉得它那个饼干看起来不错吃。它都没有重复，对不对？没有重复。吃的时候，小朋友就少一个可以吃。流眼汗的，你就吃啊！真的吗？不客气了。吃，哎、啊，你吃这个，我不要芝麻，我不想吃那个，我不喜欢吃，就是像这种芝麻口味，留给阿姨，阿姨一定不吃。哦，看到吗？你留给芝麻好。嗯，好香啊，这也是好香，还是叶子哎。这个就应该是那个我喜欢吃的法兰酥那种，那个很多层，就是那种千层酥甜甜的那种，这你都 OK。 嗯，我 OK， 但是一口差不多是那样吃，又一口差不多，它也它，我觉得它口味偏甜，就是如果你们就是因为其实蛮多妈妈可能会上网搜寻，如果你们有吃到这一家的话呢，它是就是它的那个外面糖霜的部分其实会比较多一点，它会比较甜一点，那我觉得就看个人喜好，但是大家就是这种大家都可以去要那个先吃吃看，试吃一下，然后我觉得是最主要是妈妈自己喜欢。我觉得好吃比较重要，对，不要去看牌子，因为人家可能会觉得啊，这个牌子好，这是小孩，不要去冲向那种大品牌，比较就是我小孩可能会，就是人家会觉得啊，比较有面子之类的。哦、但是我觉得好吃，对我来讲好吃比较重要，真的。像我们是哪一家？因为有时候啊，就是可能我们是哪一家？我们就是那一家，突然间我就能忘了名字，它也是千层蛋糕，很有名的。你突然间这样子问我，当然是突然想不起来。嗯，那间真的很有名，但是呢，那间的蛋糕，千层蛋糕是真的好吃。嗯。然后那时候会订，是因为我儿子很爱吃那间。订那个是为了儿子爱吃。对，然后就是那个，我觉得大家接受度都很好。因为有时候啊，就是你蜜月蛋糕啊什么的，给亲朋好友，你要好吃才有用，因为到时候也是吃进肚子里面。那很多那种就是可能大家收不好吃的话，大家收了之后啊，大家也没吃完，也是浪费。嗯，对啊。不然哦，那时候其实像有一些人，他可能是女儿，要蛋糕，那儿子要油饭，送油饭，对。但是我们就是没有那个，大家喜欢吃比较重要。对呀、啊。好啦，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吧。好啦。
祝他们的宝宝健健康康，好不好？好。